我现在是在河内国际会议中心，这里就是要举行欢迎晚宴的地方，一块儿进去看看吧。门口的迎宾小姐姐，你好，请讲，请讲。咱们现在去二楼的宴会厅看看。这个门口有座位图和来宾的名单。您是那个晚宴的主持人吗？啊，对对。你在哪里学的中文？你中文很好。然后我在国内读的大学，然后就在中国读研究生。所以今天这个晚宴的最大的亮点是什么？想传达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就是歌颂两国的风土人情之美嘛，歌颂越南与中国的传统友谊。今晚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将全部到场。我们在现场看到是布置了12张圆桌，每张桌有10把椅子。座位的布置都是中方和越方的人员穿插着来坐，这就是宴会的主桌啦。这边就是习主席的座位，这里就是阮富仲总书记的位置。你看他们的茶具都很精美。This one is the soy sauce to put in here.And this one is vinegar, so put in here, so put by themselves. And this one, we have one on the right, is lamb. And this one is chili. 可以看看他们的菜单。有越南文和中文，还有表演的节目单。看到有河内春卷、鸡肉粉，这些我们比较熟悉的越南特色菜。来看看餐台前面的布景，这边是越南最著名的景点下龙湾，荷花。前面就是中国最标志的地标长城，牡丹花。这些。